这个 Omicron 呢適可必宜，它没永远不会留在这里嘛，这些它適可而止，就是这样了。即是 在这个在个历史的哲理来讲呢，適可必宜嘛，它长期存在在这里，它都没有人的，那些即是很小的生态来的嘛。苦禅苦来了，咁啊禅呢个咧要自己理解。如果我一张直纸一张横纸攞到手咧，就砌佢噶啦。即系我张台啊，台面得好细啫，所以我唔写得好大。万苦笑春咁啊，呢个啊，有时你知啊，四海贯彻啊。佢啊，饭后山苦仍流水啊。饭后山苦仍流水。跟住善德，即系咩意思咧？即系冚唪唥咧，即刻综合嘅。我一写呢个唔知咩字，个饭字咧，饭后咧后山嗰度老虎，即系饭后望到后山，后边系老虎嚟嘅。如果你讲呢个意境啊，做装置艺术咧，哇，好精彩，有排你玩啦，你做啊，你即系拍电影就得。呢啲系商業啦，係咪現實問題啊嘛？生意興隆，咁睇嗰陣時咧，已經慢慢形成一種風格嘅喎。嗱，我中意將個心字咁寫。如果一年一年咁寫嗰陣時咧，哇！嗰啲字可以醖釀，即係好似釀酒咁。念愛雨潺潺。写落咗个表度，春意阑珊，黄金不落，不爱火寒。咁你要入埋个苦嚟啊嘛，所以咧，耕耘。